林清龙副市长，都市计划委员有些专家很有良心说，哎，你们都还没有跟当地沟通 ，S 型变七块型，对不对？那委员都认为不妥，可是球员兼裁判副市长也昧着良心硬给他通过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，市政府来这边，他就是在走程序，他不是来听你的声音。我们给他讲了一年半说，说拜托哎，公然老掉，我个拜托哎，为什么我们很善良？我们陪伴的养老院跟平仔已经陪伴了40多年，还不够善良吗？郝市长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要做这个做做，因为养老院平仔是社会级主管。郝市长有规划，他要照顾老人、长照跟身障啊，身体长障的，像我这样子，来照顾这些弱势的。其他的社区听到说老人长照，常常嗡一嗡一拢来，大家都反对，我们这边都支持。所以林作明局长说，台北人很自私。以广慈公园为例，你们是反社务、反公仔。我们从去年到现在，报纸都刊载，我们是支持公仔，你们盖一半，哪里是反公仔？反社务，我们已经沟通，已经都同意你，长照老人、长障都接受你了，哪里是反社务？所以林作明局长是讲一套做一套，他的口才一流，连议员也知道他口才很厉害。那个可是他的心里只有林作明局长，为什么？新一区跟文山区的公仔就占了一半以上。柯P的政见2年2万户，4年8万户，我不晓得他下一任选得上选不上。2年2万户，新一区这边2800，吴兴街的营地2000多，加起来5000多，文山区5000，这个新一跟文山就占了台北市的一半，这样是违背了比例原则。我们要告诉柯市长，你就在你的住家盖四分之一的公宅，或者你拆掉单公的一半来盖公宅，或者是信义中心要搬过来，因为它是海沙屋，对不对？你就在那个信义行中心前面的公园盖公宅，你不要歧视年轻人，让年轻人也可以住到101。那这柯文哲就很有干，所以结论，我们是支持市政府建设，可是你也要顾到我们的生活品质。如果没有顾到我们的生活品质的这个市政府，大家要站出来，否则你们就是默默的承受，认为信义区、福德地区这边的人很好欺负，我要1400就1400，2800就2800。我信义行政中心要过来把这个公园废掉，你如果没公园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监测，所以我们这边写得很具体，所以广慈公园因为开发将被柯市长废掉。他废掉，他又讲得很好听，他说我的法定空地历代比你的公园多，我说我们也不担心，你做公园就好，你不要给那么多。原来他就是要以法定的工地、空地来代替公园，那就是101前面的空地通通是公园，那个叫做101公园。这样不是在公然的欺骗、糊弄我们信义区、纺织这边的居民吗？你们今天站出来，不只是为你们争取，你们不是在挺这个里长，你们在挺这个公园子子孙孙要用。公园是我们的会，所以我们几个甲壳开始的画家，柯市长来两次，我给他拉布条拉两次，哎呀不条了。来了三次，大家的意见完全没有被接受。其实三次当中，大家那个柯市长，几个柯市长跟市长讲，跟市长讲，可是没有被接受。结果呢，他在万华被开除之后，柯市长来这边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取消，他就跟民众在接触。在前面一下了，哎、欸，大姐在前面一下，大姐那个在前面，哎，刘、欸、上海，我们到前面来，这个在前面。柯市长来，选举前我陪他走，我里长座谈，我跟柯市长说，啊，选举前阿、啊、你走来接啊，选举后是不是你也要来关心
我们纺织地方，这点也要肯定柯市长的承诺。那下面一点，这是他是前两届的设计师。其实因为他们已经接纳了，我柯市长来这个布条都有拉哦，不是今天他没来我才拉出来的，我已经拉了两次。我觉得市政府啊，张茂兰议员跟黄建议员往后面看，柯市长也往后面看，坐在第一排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黄大州市长盖大安公园，请问柯市长您要拆公园吗？如果有居民知道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老百姓福德地区最卑微的声音。好，这样子我们要支持这个，我们不是支持，我们要支持是公共的利益。